饭食进行，吃饭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清淡，早晨呢，常以清淡。故曰戒矣，名其神足，不可思议啊！不离彼土，常遍十方，不加欲食，悔还也。神足，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讲神足同飞行自在啊！这个经上讲戒以食食，这是。吃饭的时间并不长啊，一顿饭的时间已经到无量无边国土参访回来了，同时参访诸佛国土，怎么去呢？化身去的，一身呢能现无量身呐、要不现无量身，一尊佛一尊佛，那你就看，那要多少时间呢？一尊佛那上待上一个小时吧。诸佛如来，不要说多吧，就是这里说的十万亿吧。十万亿个小时，那还得了吗？分身去的，同时每一个佛刹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你啊，你在那里献花啊，供养花，听佛说法啊，极乐世界呢你也没有离开啊，你还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分无量身去供养一切佛，听一切佛说法。你一天学多少啊？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你在六道里头出不了六道，你在六道上学无量劫，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就完成了。所以想到这个地方，何必那么样勤苦去学经教呢？学得太辛苦了。所以真正一等聪明人，万缘放下，连经教也放下了。为什么呢？到极乐世界再学。现在要稳稳当当把极乐世界取得。极乐世界学一天，我们这个地方学一劫都比不上啊！为什么呢？人家一天的时间能够参访无量无边佛啊！每一尊佛呢，你不要听多了，听一句就不得了了啊！你这么兜一圈呢，无量无边的佛法。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成佛那么容易，你就明白了我们这边学多辛苦多么艰难，他那边多么容易啊！而且你所听的不是一般法师啊，一般法师里面绝大多数没有开悟啊，凡夫啊，你去听经说法，听的是诸佛如来啊，不是等觉菩萨了，不是菩萨摩诃萨了，你直接跟诸佛如来学，这样的修学环境，你到哪里去找？除了极乐世界以外，找不到啊！所以这个里头有两句话。不离彼土，常遍十方，这两句话很重要
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这个神足通的能力能分无量无边身，